阿布萨萨，你私自带了一支地球人横跨了多少时空？本法官判你域外服刑。你俩等等我。一万年。太好了，我们没有死。阿布查查，我用我的美貌担保。去联系了时空管理局高层，你立马就带着唐清风越狱了。啊哈。1, 2, 3, 4, 你现在已经是时空管理局的头号通缉对象。小悠悠大爷，我一定好好送外卖，一定多多赚钱，一定去你说的那个什么平行宇宙，把所有其他场景后全都给弄回来。好的好的。你怎么变样了？在这大型城里面，我从没见过如此精致的女子，是不是很美丽？本公主可是就读于朵星埃杜布杜大学科技能源和信息安全双博士的学位，分分钟就能修改这个清道夫的程序，为我们所用。主人，唐志峰，你不许跟他说话，不许跟他有眼神交流，你不许站在他一米以内。好，开一间房。你都做了什么？唐志峰，我要宰了你！迎接你们的幸福吧。开始你们的表演。你给我把手拿下来。走，你打我。满足你。喂，爸爸。啊！哥哥不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唐清风。哼！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为了宇宙和平。我终于打到宇宙之眼。你以为你拿到的就是真的吗？那个就送你玩了，我这个才是真正的宇宙之眼。